三小，你们还记得上学我们永辉叔叔给我们留下一张卷吗？今天晚上你们就给我把这张卷花掉，我们吃完饭就去永辉教室看看有没有什么生活布置品，我们去买购物购。爸爸，怎么我们吃完饭出来天就已经黑了呢？因为冬天呢，天就黑得越来越早了呀。哦，原来是这样呀！我明白了。走吧，我们去那里玩。我们现在已经到达超市了，我们快走看看有没有什么有用的东西吧。够，我拿了一个购物篮。爸爸，你手里的水你看不坏吗？它是防水的。你下次给我买个小妹姑姑一样的这种大粉色行吗？好呀。耶、yeah, 走吧，我们把这两包给妈妈，因为爸爸妈妈他每天下班肚子都很饿，那些燕麦也会吃光，所以呢我们给妈妈多点的料包吧。爸爸，你看这里有没有虾塔？这是什么呀？这叫鲍鱼。爸爸，那下面的那些是什么？上面是大鲍鱼。那下面是小鲍鱼咯。对呀、啊。爸爸，你看这里还有小乌龟呢。柠檬味了，现在换一个口味，是这种味道，蓝莓味。走吧，我要回家吃开吃喽。 Go 回家吧。我们只买这么多不够，所以呢你必须凑一下。我们买两种，一种烧烤跟一种西红柿味的就够了，凑一下来放进去了。喜欢我的话，记得多多点赞，多多订阅我的视频哦，拜拜。